快点回来。曾经到过印尼雅加达的人，对雅加达的交通堵塞、眼前一动也不动的车印象可深刻了吧？从今天开始，雅加达要提升游客对他们的好感度。印尼全国首个捷运计划正式开通，总统佐科威今早在多名部长的陪同下到捷运站，亲自为该国的公交系统掀开新篇章。Hari ini sebuah peradaban baru akan kita mulai, yaitu dengan dioperasikannya MRT Moda Raya Transportasi di DKI Jakarta fase pertama. 经历了五年时间建造，原定于2018年初完工的雅加达捷运系统将在4月1号正式投入运作。相信这个全新的公交设施将惠及当地民众和游客。